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中国的面料供应商小刘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一款我们的一个涤纶材质的一个面料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一款涤纶材质的一个豹纹印花面料啊。它的一个印花呢，采用的是一个平纹的豹纹印花。可以看到，它一个材质呢是非常不错的，然后它一个手感呢，摸起来是非常的一个柔软。它的印花呢，也是可以说是非常的一个精美。我们那个面料呢，采用一个制作工艺也是非常环保的，它的品质呢也是可以说是非常不错。你看它一个手感呢是非常一个细腻的，看起来呢也是非常一个美观自然，然后非常的一个漂亮。这个面料呢，它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的，然后它的一个摸起来也是非常的柔软，它可以用于非常多个地方，都可以去使用到它。就比如说，它可以去用于制作我们一个服装啊，然后它一个手袋、箱包这些都可以去制作，非常不错的一个面料。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可以去点击我们描述里面的一个链接，然后去查看它一个详情，然后就可以去看到我们这款产品了。